今天去哪玩？今天带大家来到我们的三芝三生步道赏樱花喽。西西，这边不只有樱花哦，这里还有杜鹃花、紫藤花、炮战花、萝卜花，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花都在这边哦。哇，这么多啊！那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出发吧 ，Let's go！ go!春游淡水赏花系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没有，吃这种小笼包最重要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先咬开一个洞，然后把里面的汤倒出来，我们汤水发。